大家好，我是蓝哥。大家看过莲子，吃过莲子汤对不对？你看过莲子吗？这个就是莲子，你看，还要这样，把它打开，哎，里面就你看，我们都以为莲子是白色的，好像哎，看起来像槟榔子哦，哎，看，哦，这个还要加工过哦，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吧，哎。哦，莲子要吃个莲子汤哈，没有那么简单。你看这个莲子，先把它弄破之后，你看哈，哦，先，看先把这个打开之后，你看这里哈，还有一个这个点哈，把它弄开。你看哈，啊、这边，哦，这个老一辈子的教的哈，你看还要从后面屁股钻过去，你看哦。哎哦，那这里刚过去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哦，那个心就跑出来了。我再用一次给大家看哈、哦，你看，把这个剥掉，哦，啊，这里屁股钻进去的时候，它就有一颗心会跑出来。你看，看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没有弄掉会苦啊，啊、哦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哎。好、哦，这叫莲子，好、哦、，OK。这个弄起来之后就变成这个是里面的心，会很苦的哦。呵呵，这个叫莲子心哈。断进去，看把那个断进去把。莲子心拿出来，这样就可以煮莲子汤了，而且也不会苦哈。来，这个莲子苦尽甘来啊！我们都包好了，现在把它包成汤了啊、这是一部分啊。改天我们再做点什么燕窝啊，加上去就更好吃了啊。